阿兄啦，你若真古拜，气血未通哦，身体无好的人，你千万唔好转白台哦。这波你若会晓用哦，看下咧哦，刀刀换一招哦。就，那当然你有啊，都渐渐感觉腰部的酸痛，脚头也是软无力，脚步愈来愈袂平安，甚至关在筋骨都开始疼。加上气的虚弱所引起的问题，你较早食这食那，补这补那都未见效，其实就是筋骨气的共鸣，该补的该通的都过了无条纹，所以讲会好嘛，袂完全，会了啊止疼嘛，袂长筋。今嘛，我要甲你介绍上好用的增胸容加力健步保健丸，将筋骨养筋，都可能调理气血的性病，真有效的就是改善腰部、下脚边、关节、脚腿等等的筋骨酸痛。而且吃一礼拜，就会让你真有感觉。伊在咱中医过程当中的单克循环、经络传输拢有记录。伊采用保肝心、激进血、强壮筋骨的古板、六角胶、苏蓉、石斛、茯苓、乳汁，以及调理气血的人参、白术、当归、何首乌以及白术，来增强咱本身的体质。上重要是做气功时，治病行的姜花、龟苓仙、泡芙子、甘姜，是真完整的汉方保骨圣品。即个中华姜花十几项药材，会当壮筋骨、补气血、去酸痛。即一项等于甲你过三项，一摆度你好利利。啊，这项是安怎来只高工？爱用这么多药材呢？因为中医认为，心主骨，肝主筋，肝心不足，气血虚弱，会致使筋骨失去养活，致使软卡无力，未行未走，还是讲关节的酸痛。加味健补好健丸，将食地白术、当归的滋阴养血，加强脚腿排力量，以骨板滋阴，使用温补肾阳，对五脏、清热降火，多中甲补肾，壮筋养骨，甘姜健脾活胃，疏肝温润宫腔。肝气热，一筋无打，筋无打，一筋一滴乱，所化为筋萎。一身气热，一腰脊不利，骨骨的侧点，各为骨萎。尤其那肝心气的不足，会必须筋骨使用脚步无力，所以多用人参、当归、何首乌、乳汁、补肝气、利用液，乳汁会当化血通路，疏筋利脾。因主要下用一种筋骨，刷了白术、理肝用筋，疏用气逆带、六角胶、甲茯苓。会当壮关节，龟苓仙、白术、茯苓会当气风堵湿、止痛痛，甘姜也会当理气行脾，安尼时才有法度吸收能量，来改善生冷、胃积的问题。所以是安怎咱人活跳跳会变到四肢无力，坐久啊会爬袂起来，其实这都是筋骨退化、甲气血未通造成。咱中医所强调的，就是整体的调理。咱这个加味健补好姜丸，用黄柏、熟地、牛板，会当降神水、滋阴健骨。用素阳益精养筋，佮加上打姜会当通阳，予咱的气血会当通顺。这个六角胶呢，对关节有减轻磨损佮润滑的作用。这维生素、白术、附子，有气风堵湿止疼的效果。无唔对，这十几项药材吼，予咱该通的通好，该治的治好，该补的补好，安尼对症使用，才好得知影好。包括咱的筋骨酸痛、麻痛、外旋的。秋天，各有哦，下路无力，爬楼梯无力，坐久向阳爬起来哦，无力，路面床时哦，软脚未直立，甚至翻动时呢，会听到磨损的声；落楼梯时，下头部会抽痛、酸痛，就要经用增胸丸加味健补好姜丸，这波你哪会晓用哦？看下咧，刀刀换一手，下摆哦就免波波，唔人来照顾。确实是安尼，国家上咱容易受到。风寒湿来化邪净化咱的关节，所以会产生脚软无力，也是疼痛的症头。这项庄松茸加味健步浮潜丸，适合老年退化、体质虚弱，也是病后引起的脚软无力、关节痛。伊的体质是肝心经血不足的人，有肝心经血不足，筋骨会酸。增胸丸加味健步浮潜丸，会当补肝心、壮筋骨、医治骨，会当去风湿、治痹痛、医治腰，因为采用。古板、六角胶、苏蓉、石地黄、杜仲、乌漆来补肝肾、激精血、强壮筋骨，以人参、白术、当归、何首乌、白术来调理气血，增强本身的体质，也够强化
龟灵仙、化虎柱、干丢、爱气红心、鸡皮条，本身做数发力不好，再当低票兼低滚，所以讲确实是关节筋骨酸痛，生命无力的性品。我老腿无力，阿老老腿讲白，袂，我发现我卡个地子。听讲哀哀叫，听讲唔知影人，听讲二楼拢有听到，起床我都马上落眠床，坐落来半点钟我都马上起来。如果你身体会麻痹，还佫有我出来听听，会听着我出来声。下一礼拜就尴尬，一旦正常活动，等着老腿吼再卡头风吼，较袂抽疼酸痛。感觉气会有较通顺，精神嘛加较好啦。行路爬楼梯，感觉脚腿较有力，开始吃了才知影好用。较早坐久，常常爬起无力，落眠床下软脚都袂起力，即马拢爬啊。使用嘛真方便啊，所以咱身体就爱保养，筋骨也爱用扎保养。我唔对，今年有一个黄老先生，伊一百公八年三月十日，就讲要来改善大家平常个腰部酸痛，因为腰只骨把骨都骨。虽然讲即马即个部位较袂痛，但是脚只边啊颠倒开始小点酸，一直感觉酸痛。先想在吃西药和其他保健的食品，但是一直都无改善，也经过咱说明，伊就请我买服用郑秀英加美健保保健丸。一礼拜了后，黄老先生就讲，伊酸痛确实是改善真多啊啦，现在就真有信心啊，因为伊对腰酸背痛、筋骨酸痛确实真有效。所以讲，咱筋骨若要好，要用要有力，气血要畅顺，关节别酸痛，要好行好运动，吃那边的子孙来照顾咱，所以紧吃吃红 GMP。优良优秀，所严格品管检验通过，保护卫生，而且免煮、免煮、免空、免炖，大家饭后配点滚水就可以啊，方便甲包围无地避孕。请匿名，回数新制字，第统一六八四号，匿名适应症，有些气血虚弱，下腹腰痛，四肢疼痛，生冷无力，这是真正酸痛、筋痂、筋火的郑湘莹，加味健步火尖丸，这波你来要用，看下你到到换一招。请赶紧卡来注文咯！对，感谢郑湘莹大力健保保健丸，真正是照起工固化连线的啊！真材实料，有我的介绍，才是实价实用啊！让咱的筋骨肉都袂酸痛哦。